見到好多 fans 早幾日就扎營等你哋喎，覺得點樣啊？請唔支持下佢哋？開心嘅，但係都同樣帶幾分擔心啦，因為都真係幾日啊嘛。咁係咯，我平時都好少露營露咁耐嘅，咁所以希望佢哋帶夠嘢食啊，飲夠水啊，同埋查定防曬咯。不過其實之前我哋都有好多方法嘅，咁就真係量力而為咯，同埋最好就一齊冚定邊日上嚟，咁啊唔使大家咁辛苦啊嘛。嗯，咁琴日去迪士尼啦，大家有冇中暑啊、唔舒服啊，或者係暈船浪、暈車浪嗰啲啊？唔舒服嗰、那個，我完全冇暈啊。係嘛？冇人舒服，冇人暈，冇人舒服，舒服，好舒服。咁唔需要用到白花油呢啲，唔需要，唔需要，裝飾嚟㗎，裝飾嚟㗎，裝飾嚟㗎嗰啲白花油，係啊係啊，裝飾嚟㗎，即係阿陳都訓練嚟㗎，即係嗰個啊，即係阿陳都冇唔舒服。啊，冇人唔舒服，系啊，全部都好健康，系啦，身心健康。你搞到阿陳嗰啲蛋好定唔好？啊，唔係，唔係，隊長話係就係噶啦。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係啊，隊長好嘢啊，好嘢啊。講翻頒獎禮啦，咁今日頭隊長即係代表1月1號都會見到你哋咧。全體1月1號就要睇下個時間就唔就到啦，係啊，想去嘅。但會就算唔齊啊。都想去嘅，係啦，但係調睇下公司就唔就到啦個時間。公司安排係啊。但係嗰啲本身而家有冇已經編咗係有彩排演唱會㗎？ Suppose 係要嘅，但係個排練嘅期咧都仲係不定咁好波動咁喺度調動緊，所以我哋都未知住。但係我哋個橫跨嗰個期，我哋12月係成個月都係要排演唱會嘅。但係個方案係咪都無論點都想出席？咁梗係啦，因為可以點都可以，就算有冇獎項都好，同啲歌手朋友們一齊聚下舊傾下偈都開心啊嘛。所以呢個就要等公司安排啦，因為我哋始終我哋排咗立節，可能都要擺演唱會優先，因為我哋要排練。咁而家排練點樣啊？呢一排啊？呢幾年如火如荼啦，其實係咯，如火如荼啦。如火如荼啊，又冇休息唔夠嘅。咁我諗，如果就算休息唔夠，應該都唔止我哋12個。係啦，呢個世界上面應該都好多人休息唔夠嘅。係啊，因為相信每一位歌手朋友們都好努力做自己作品，大家都應該唔夠瞓，大家都中意夜晚錄音。平常心啦，係啊，每一年嘅賽果都唔會知道即係唔會知道究竟邊個攞嘛，咁所以都係做好自己作品咯，係啊，譬如今年自己嘅作品自己都好 proud of 啊，咁自己 fans 或者聽眾都好中意，其實呢樣嘢先係最緊要嘅。係啊，阿嬌有冇想翻今次又翻咧？今年係點先？我都係平常心，係其實每次攞都係一個 bonus， 所以唔會話有啲咩係一定會攞或者一定唔會。所以大家都每一個人都以一個平常心對待每一件事啦。會唔會想林海峰頒獎俾你啊？哦，演唱會請到佢已經好開心。嗯，係啊，係啊。咁阿陳咧，阿陳有冇信心攞翻唱作人？又真係冇諗嘅，因為自己做嗰啲歌啊、寫歌、做音樂，諗嘅就唔係攞個成績咯，而係我覺得每一隻自己嘅歌入邊當中都有個信息想傳達俾聽眾。因為我覺得做音樂是有一種使命在裏面，咁即係同埋我都覺得音樂是很治癒到人心靈的一個渠道，所以我覺得專心做好自己的歌，等大家可以聽歌放鬆到，或者當中有啲 message 係得到咗，咁我覺得係比較更加緊要。但你哋咧仲未確定到出唔出席咧，咁啲你哋啲 fans 咧買票或者破飛都好。點樣取捨啊？因為咁所以就要睇下公司幾時快少少，睇下個時間安排成點啦。同埋無論如何，當日1月1號就算有冇我哋存在都好，頒獎禮都係一個好盛大嘅事，一定有好多支持，都係啊，都有好多好嘅表演睇，好多好嘅歌手支持嘅。有冇話公司而家講其實準備開始閉關㗎啦，準備開始閉關做埋啊，即係可能過多一兩個禮拜做埋之前仲未做完嘅工作，咁啊差唔多開始閉關。咁但係公開活動咧，會唔會已經係即係明星？我呢個都真係要等公司安排，因為我哋依家暫時公司俾我哋嘅上頭嘅面貌都係話，我哋嚟緊就會閉關準備呢一個演唱會嘅排練。咁當中可能會有啲突發事情係需要去做嘅，亦都可能真係全閉關，我哋都仲等緊公司安排。暫時最新更新就大概係咁樣，可能中間仲有啲變動啩。咁我覺得今次又過咗一段時間啦，咁都有表演過，咁我諗壓力都應該相對冇咁大嘅。嗯。你哋會點樣去特別小心啲咁樣咧？喺安全上。
冇啊，我覺得都係呢個安全 safety 嘅問題，都係交俾公司去，同埋交俾專業嘅人士咯。我哋盡我哋嘅部分咯，排好啲咯，記好啲 step 走位啊。機關啊，機關啊，台位啊，歌詞啊，咁做好自己部分，咁其他專業嘅部分就交俾其他專業嘅朋友咯。係咪情願爭取多啲 rehearsal 時間？當然啦，我諗每一個表演者都想爭取盡量多嘅排練時間嘅，咁自己又會安心啲，咁然之後成個 show 都會穩陣啲。咁但係會唔會？誒 ，sorry， 問嗰度。嗱，想問誒，會唔會盡量都用翻當地嗰班即係用開嘅 dancer？都dancer 方面咧都其實都會用㗎，即係會有會有舊嘅，會有新嘅咁樣咯。好，係咪迪士尼？係。分享下心情先啦。好，迪士尼琴日我最開心嘅部分，我哋有一個環節係吸引仔送一張明信片咁樣㗎嘛。咁我覺得最開心係嗰日同佢哋對眼，然之後佢哋同我哋講啲鼓勵説話，同埋睇到佢哋嗰個好真摯、好純粹嘅笑容，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嘅，真係幾得意嘅。唔係啊，佢哋啲笑容啊，佢哋嗰個眼神啊，嗰個笑容啊，好純粹，好真摯咯。但係咪琴日真係好辛苦啊？真係由朝玩到晚，即係冇俾停過。尋日我怕佢哋辛苦咋，因為我哋一定係俾佢哋會，可能有時有啲冷氣位啊，唞下或者有啲凳坐下，我哋反而係擔心佢哋辛苦，驚佢哋中暑。但係我哋好多時候，好似啱啱阿咩講咁講，吸引仔見到嘅時候，大家傾兩句，即係大家都覺得就係能夠見到就開心啦。我哋望到佢呢個笑容，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好辛苦，都冇咗件事。我哋臨尾走嘅時候睇 TG Group， 我哋發現到件事，我哋都有同即係去問大家又發生咩事啊？究竟等得太耐。係啊，所以真係要注意安全咯。有陣時如果去呢啲暴曬嘅地方，即係好似今次咁咧，要等咁耐咧，真係要做足準。如果你預咗係要咁長時間，真係要做足啲準備咯。如果唔係，真係要量力而為。又或者大家一齊襟定個時間，睇下邊一日上嚟咯。咁啊，大家都冇咁辛苦嘛。即係你講到話都希望年年都喺迪士尼繼續啦，會唔會都同公司溝通下，即係再？入唔翻樂園入邊？mini concert 嗰度，即係佢哋可能排咗好似，跟住出咗嚟之後就拜拜咗。哦，咁呢個就等我翻去問清楚個情況係咩先，因為我哋嗰陣時都要忙住帶咪啊，嗰啲剩啊都唔得閒嚟，咁就翻去了解一下，下次再答你。咁古仔有冇真係攞到年票啊？暫時未有。攞年票。呼籲係嘛？爭取再爭取多次係嘛？平常心咯，我覺得。隨緣啦，隨緣。阿嘉，你之前一晚咪打波撞傷，跟住要輸治療啊嘛？唔關事啊，純粹係檢查多次啫，係，因為本身醫生都話要循例每年啊都要檢查多幾次先安心啲。OK 嘛 ？OK 啊。係咪同埋都錄緊十三開啊？是啊是啊，如火如荼，所以很煩。這個都要看看公司啊，點樣啊？隨緣啦，隨常心，平常心啦，平常心。好，最後就係阿 O 千萬票到。千萬票分啊！係啊，好多謝大家，每一位入場支持的觀眾啦、神父啦、所有人啊，因為這個數字對自己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咯，希望嚟緊。有好的電影作品可以俾大家見到多啲唔同角色上、性格上嘅，係啦，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